这个工作的先去回来啊，等下要补去吧。现在时间是2012年这个12月24号在啊9点15分，要再回来补去吧。起码做等下补给这个水哈，啊，搁兼放这个静电。这直升机因为伊其实去做高压电塔的工作吼，所以这等下是空中的摩擦，啊，是到这个电力盘的当中吼，啊，有这个静电吼，总等来吼，一条线的压住吼，啊，来静放电哦，啊，一条啊，就是补给水的吼。咱嘛当个看遐是红红的吼，啊，还佫准备这个灭火器吼。哦，啊，这是高压水的迄、那个喷雾的这个泵浦吼，啊，这引擎的泵浦。哦，因为这里空中伊咧雾这个飞压的时阵吼，啊，伊是爱有这个用喷雾的雾出来是雾的啦。噴霧哦，袂使全开缸的水吼，拢惊怕电啦吼。总是转出来水是浮的，啊，即卖咧做这个地面上的这个补给吼，这是第一抓，哦，这是今仔第一抓。已经布局完毕哦，准备起飞。